回家，我是星星。我现在住的这间房子呢，是我第一次租空屋，连洗衣机啊、冰箱这种大型家电都完全没有，所以我必须自己从零开始，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自己选购大型家电。但因为我还是租屋嘛，我当时其实很想要找 CP 值高、评价也好的，发现这样的影片比较少，可能是因为门槛比较高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自己一定要认真做功课，然后认真试用之后来拍这支影片，分享给需要的室友。现在我已经住进来快要3个月了，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选了哪4台大型家电吧，给大家一个更有保障的参考观点。好了，我男友是非常标准的理工直男，所以他本来就很爱研究这种技术性的东西。今天选的这4样，他在挑选的时候都有参与，然后他使用下来也跟我说，他觉得都很不错。首先第一台呢是空气清净机，那我这次选的是 Coway 他们家的滤净沥清都会经典空气清净机。这台在网页上面的厉害 title 叫做甲醛专攻机，因为呢它可以除甲醛防空污。当初我在看这间房子的时候就知道这间油漆刚刚重漆过，一进来的味道就非常浓，加上我们是住在车非常多的大路口，空气品质也会更不好。但是它有4阶段的分层过滤，然后每一层滤网都是可以简单拆装的，也可以有效的除甲醛跟防空污。再来第二个特点呢，它最大可以适用于15平的空间。如果有从第一间租屋就发了我到现在的人应该知道，我有另外一台比较小一点的科威清净机。当时我就想说那台可以放在我们的房间，然后客厅因为坪数比较大一点，所以就可以添购一台更大的空气清净机。那为什么我们家一定要有空气清净机？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男友是一个严重的过敏儿，所以如果没有用空气清净机的话，他很常都会鼻子不舒服啊，或者打喷嚏之类的。那这台呢很厉害的就是他除了抗过敏以外还可以抑制病毒，我觉得很厉害，也是大家会很需要的两个功能。我自己观察之后发现，我男友住在这边用了这台空气清净机之后，真的比他之前过敏的情况少很多。我们现在住进来快要3个月嘛，他大概只有出现过一次比较严重的过敏症状，其他时间都很 OK。 这台清净机真的是有经过专业的认证，可以改善过敏族群的生活品质，然后也可以有效抑制 AB 型流感的。再来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外形很美，可以跟空间百搭。你想要家里很美，或是想要学布置怎么样比较好看，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家电千万不可以选太丑的。你看这台的方边流线，然后上面比较雾面的白色，还有它按键的设计，整体看起来就是很舒服很漂亮。那再来是空气品质，它都会有颜色阶段的显示，一开你就可以知道现在的空气品质是怎么样，也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要关起来。另外我觉得很棒的是它真的蛮安静的，它的运转噪音非常的低。最后呢，我其实最常用的是省电模式，而且它是有经过美国认证，是符合国际的标准，可以有效节约能源。那今天介绍的4台家电呢，都是我自己在搬进来家里之前做功课去搜寻到找到的，然后也是我自己经过2个多月的使用下很喜欢的。那因为我想说一定会有室友看我的影片，自己也很想要去买，在我确定想要介绍他们给你们之后，我就都有去跟品牌争取优惠，那不是每一台都有，就想说可以让你们用更划算的方式购买这些比较花钱的大型家电。那这台空气清净机呢，我就有谈到团购的价钱，团购时间呢是7月8号到7月14号，限时的开团。我的开团价呢是10900，可以帮大家省到蛮多钱的。另外还有再送大家2年份的专用滤网组，所以你可以有2-3年都不需要再购买滤网了。那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到下面资讯栏去找连结哦。那我们就进入第二台家电。第二台呢是冰箱，那这次我选的是 Toshiba 的192公升一级能效变频电冰箱。我旧家的冰箱啊，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是一台差不多6000块的90公升双门小冰箱。那因为其实我之前在那边就已经有一点点觉得那个冰箱不是那么够用，那加上搬来新家之后会有一个完整的厨房，也会更常下厨，我就觉得旧冰箱一定不够用了。家人刚好有需要我的那台小冰箱，所以我就想说趁这个机会我们就选一台大一点的。所以呢，我们当初列下对冰箱的需求就是要大于90公升，然后要是双门的。
那我最后选的这台呢，我真的很推荐，很推荐跟我有一样需求，然后你的预算大概是万元左右的室友。虽然它的外形完全不到我的标准，我现在拍片背景有时候拍到还是会觉得啊，它的颜色真的是不够美。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舍弃了这点选它呢？第一点呢，是因为我们爬过了很多网络评价，它的好评是真的蛮多的，而且它的品牌也比较知名有保障。再来，这台是192公升的容量，一级能效变频，但价格却跟其他牌子的125公升啊、168公升的二级能效定频差不多价钱，真的算是 CP 值很高。能效呢是数字越少的越省电，所以它是一级能效，就代表它比二级能效的还要再更好。那变频呢也比定频还要更好。除了这些之外，它竟然还敢给10年的压缩机保固，这个在同价位跟差不多等级的其他冰箱上面，我完全没有看到谁敢给出这样子的保证。光这点我就可以给他加50分了吧，因为等于他对他自己的压缩机非常有信心。然后一个冰箱最重要的就是压缩机，不管是你保存的效能呢，还是声音会不会太吵杂，很多人都会很在意冰箱会不会很吵。这台冰箱真的很安静，我是完全听不到他的声音的，尤其是因为我把它放在客厅嘛，大家都知道我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可是它完全不会让我觉得注意到他的声音。再来有两个可能我觉得对大家不是那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自己很在意的点。第一个是它有双除臭装置，我真的觉得它有比较不容易臭，因为我的旧冰箱其实还蛮容易残留味道的，我那时候都要用两个那种除臭的碳啊，或是除臭的网子之类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收纳装置，它每一个区块的设计都非常的好用，尤其是最上面和最下面这个，容量够大，然后也适合放置不同形式的东西。那我当时买的价格呢是9999，不过我最近看它价格好像又变贵了，就是它是会浮动的价钱，所以大家可以趁比如说促销档期的时候去看，可能就会跟我一样买到比较便宜的价格，这台就没有办法提供给大家优惠的价格了。第三台家电是电风扇，那我这次选的是正负零这台非常有名的 Z710 电风扇。这台电风扇我已经观望超级超级久，从它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它了，因为它的黄色真的非常可爱，非常是我的菜，就是我旁边这台，觉得它漂亮到我是把它当成这个区域的一个布置品的概念。一确定要搬来这里之后，我就立刻在心里想说我一定要拥有这一台，体积不大，重量也不重，你想要移动都很方便，风量不要看它那么小台是非常够的哦，但也因此它的声音会稍微大一点。如果你是非常在意声音，或是你想要放在床旁边吹的人，我觉得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它的操作很简单，功能也很多样化。还有懒人最爱的遥控器，而且遥控器还有内建磁铁的设计，真的是有够懒人。我都会把它吸在各种有金属的地方，像是我沙发旁边的电脑边桌。那因为之前在分享循环扇的时候，我发现室友们很在意能不能方便清洗的问题，很担心风扇会变得很脏。不过这台非常好拆洗哦，它的零件是女生也可以轻易拆下来的，这点你们就不用担心。好消息来了，这台也有帮大家谈到团购的优惠，它的原价呢是2000多块，然后帮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1990一台，开团时间呢是7月9号到7月17号。我自己当然私心最最最喜欢的就是这台黄色的，我觉得它非常的可爱。那如果你不喜欢黄色的话，我觉得白色也非常的百搭，绿色选的也很可爱。我那个时候其实有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绿色，我觉得如果你家是蛮多植物，然后比较大自然感觉的话，也蛮推荐你选绿色的。最后第四台要挑选的家电是洗衣机，洗衣机真的是这次我觉得最难最难的。那我最后挑的是三洋的妈妈乐9公斤单槽定频洗衣机。洗衣机应该是这次我们挑最久，然后做最多功课的。虽然知道很多人都比较推荐滚筒式的洗衣机，但是考量到最重要的预算问题，
然后加上我们这两间租屋都是用直立式的洗衣机，是觉得也没有到真的很难用，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要买直立式的洗衣机。那我们当初设定的预算就是差不多6000到7000块这个区间，其实不算是很高的洗衣机预算。那为什么我们最后会选择这台妈妈乐洗衣机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它有9公斤的容量，在这的租屋处其实我们用过5到6公斤左右的洗衣机，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有一点点小，因为我们一周大概洗2次衣服，以前洗没有很多件就会很容易满，然后我们就会硬挤，感觉就洗不够干净。那有几个牌子的9公斤其实比我买的这一台还要便宜，但是品牌的评价相对就比较普通一点，或是品牌比较不常见，就有点不敢买。但在搜寻妈妈乐洗衣机这几个关键字之后呢，就发现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好评。我跟男友讨论过之后，就决定多花1000块买这台。再来，它有几个我觉得很棒的设计跟功能。首先是6大洗衣的行程，就是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洗衣需求选择相对应的洗衣行程。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如果不是太脏的衣服，就是平常在家里穿啊，我们就会选择用柔洗，这样子比较不会容易把衣服越洗越薄。那如果我们赶时间的话，可能就会用快速。它还有洗毛毯的行程，我会拿来洗沙发上面的披毯啊，还有一些薄棉被、枕头套等等。那加上它有8段的水位自动设定，所以它会自己侦测你的洗衣量，然后去决定它水位要放多少。第三点是它的安全强化玻璃的上盖，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强化玻璃，因为我们的洗衣机通常都是放在阳台比较多嘛，然后其实你如果放久了一直晒，它上面那个盖子会非常容易脆化，所以平常啊很多人都在上面盖布套，有没有？那这一台它是直接帮你做比较强化的玻璃，加上呢它也是使用不锈钢的洗衣槽。那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香槟金的外壳，虽然不是我最想要的白色洗衣机，不过我觉得它的颜色已经算是很好看的，而且它的面板啊做的质感也都蛮好的，不会让你有一种很廉价的感觉。那这台洗衣机我当时买的价格是6990，我最近看它比6990又更便宜几百块，然后有时候又会更多，所以一样它的价格是会浮动的，大家可以自己抓时间去上面购买。好的，那以上4台家电我都介绍完了，希望对有大型家电需求的你们有帮助。我知道选这种家电真的很不容易，要考虑很多因素，还要在自己的预算内，然后又不想要买到烂东西，所以我真的不敢乱推荐。今天讲的这4个都是我自己体验下来觉得很不错 ，CP 值高，然后值得买的。不过当然每个人的需求跟就是要求的标准都不同，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做功课，把我的影片当成一个参考，然后去选购最适合你的家电。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居家生活分享，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记得帮我按个喜欢。最后记得追踪我的 IG。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今天有一只我不知道是鸟还是鸽子，一直停在我们家的阳台上，我在拍它。